房间内浓烟弥漫，我被刺鼻的味道呛醒。着火了吗？周围的小伙伴们依然在床上熟睡，我敲敲脑袋，想要缓解莫名的头痛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交谈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是院长叔叔。我摇摇晃晃的起身，眼前一阵模糊。突然，门被用力的撞开，一群黑衣人闯入房间。你们是谁？抓住他！我迅速地向窗边跑去，咬紧牙关，攀住窗沿一跃而下。别让他跑了！我忍着疼痛，起身向门外跑去。眼前停着一辆车，那是……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远远望去，山上的火光在逐渐减弱。我从一条隐秘的小路回到后院，昔日的家园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。神秘人似乎已经离开，周围一片寂静，我没有找到小伙伴的身影。这样，我看着眼前化成废墟的建筑，轮廓渐渐与记忆中温馨的家园重叠。阿星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。今天镇上送来了好多好吃的，大家都很开心呢。外面的世界会有更多好吃的，阿星不想去吗？滚石摇篮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了，阿星想要和大家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分开。身后传来碎石滚落的声音，将我从回忆中惊醒。一个小女孩的身影越过倒塌的墙壁，跑进树林。喂，等等！一个小时以后，神秘少女详细地向我讲述了她今晚的遭遇。所以说，
你一直在调查黑衣人的身份。是这样没错，我追踪他们来到这里，发现山顶着火，等我赶到，黑衣人来自一个大型组织，他们在进行一项人体实验，他们挑选孤儿院的孩子们下手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跟你一样，是唯一一个从他们手里逃脱出来的人。那个小姐，叫我菲菲吧。啊，菲菲，除了这些，你还有没有其他发现？虽然我一直在调查这个组织的信息，但关于他们的线索实在太少了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和原岛有十分紧密的联系。星辰小镇十分静谧，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黑衣人的声音也被无限放大，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。那个小兔崽子很有可能躲在镇上，就在这附近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我屏住呼吸，菲菲用力地握住我的手。探灯向这边照射，离我和菲菲藏身的地方越来越近。刺眼的灯光扫过我和菲菲，没等黑衣人反应过来，我拉着菲菲冲向赛车。跟紧我，菲菲！顺利甩掉了黑衣人，我和菲菲来到飞地镇的海边，海洋在眼前一点一点升起，驱散了晨雾。远处，远岛林立的高楼在日光中散发出梦幻的光芒。这座断桥的两端连接着飞地镇和远岛，我们从这里过去。那，这个给你。这是？这是阿粒子能量。可以提供额外爆发性的动力，但过度使用。菲菲指了指远处断桥的巨大裂口，要掌握好时机，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。我们一起冲过去，准备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竟然完成得这么顺利，这里离城市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嗯，
需要一张拖行驾照才能进入城市，这个就交给我吧。